果欄街是澳門眾多的古老街道之一，但其實果欄街是一檔果欄都沒有的，真正賣生果的是隔離的大碼頭街。在這條街道有很多古老的店鋪，就好像有賣舊雜誌、舊報紙等等的利豐便利店。這條街呢見證了澳門百年的興盛，是澳門最市井的一條街之一。除了一些富麗堂皇的大酒店，這條街都有很多地道和著名的店鋪。這條街還有很多老店，就好像是我們身後面的和昌醬園一樣。醬園以前會將一些不新鮮的生果醃製成俗稱的鹹酸汁，亦即是涼果，但是可惜的是它今天沒開到，令到我們不可以帶大家一起來看看。在這條街道有兩間賣椰子非常出名的店鋪，分別就是耀記和紅興椰子雪糕。耀記主要是做椰子批發的，而紅興椰子雪糕店最出名的就是雪糕。紅興椰子雪糕店建立於1869年，在紅興道有兩種味的雪糕，分別是菠蘿和椰子。剛才我們一打開雪櫃就聞到濃濃的椰子香味啦。咦，但是為什麼椰子才會有專門店，但其他生果又沒有呢？因為椰子不同其他生果，好像蘋果、橙這些那麼方便，椰子需要加工才可以食用，所以就出現了椰子店。